谁呀、啊？怎么会在我的房间？看清楚，这是我的房间，2709。喝醉酒跑错了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有意思。哎呀，爸，我想警告老公，你可千万别告诉他们，我就是强盛集团千金。大小姐来了。大小姐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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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懂什么？这大牌的包本来就皮薄，哪像你这假包啊？皮呀、啊，和你的脸皮一样厚。钱呢，就不用你赔了。不过我背不了的包，你也别想背。宝宝，有没有想人家呀？这不是我前男友吗？哇，他到底哪里有来劲？看他还是好帅，帅极了，真是好帅。宝宝，让你久等了。这不是我借给他的车吗？这车好眼熟啊，不会是你前女友借你的那辆吧？这怎么会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这可是我男朋友花500万买的限量款。啊，是吗？那我怎么会有这辆车的钥匙？是前女友，不就是一辆破车？我男朋友啊，可是阿里集团高管，什么车买不起？哦，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阿里有你这个高管？他怎么在这儿？你又是哪根葱敢在这儿唧唧歪歪？我可是强盛集团的千金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啊，阿里集团的董事长叶峰。我认识的强盛千金好像不长这样吧？我。小二，今天上班累不累？爸晚上等你回家吃饭。天哪，他才是董事长！好的，爸，我一会儿就回家。一个冒牌货，开着前女友的车去泡另外一个冒牌货，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吧？我已经通知人事辞退你了，你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希望大家重视起来。你不是被开除了吗？怎么还有脸在这儿？哼，开除？你的话可不算数。难道你爸没有告诉你公司被收购了吗？收购，新任董事长马上就到。董事长来了。我说话总算数了吧？阿里董事长，他就是新董事长。怎么又是你？我出去。放开我！哎，你们也出去。你怎么？叔叔说了，买一送一。以后请多指教，问题。今天大姨体测啊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我就说吧，我的老师和体育老师是一对儿。对呀、啊，好般配啊。哼。来，第一组准备。哟，叶老师还真是招女生欢迎啊。没有吧？哎呦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老师，我脚崴了，能送你去医务室吗？当然可以啦。啊，新老师，怎么不送？这个应该不会让他去做吧？终于通过体测了。妈妈 ，Bad boy from good thing。哟，又说到花了，教教我们怎么钓男人呗？运营大师，哪有你会钓啊？我哪有九儿会擦边啊？他整天在网络上发擦边视频，一定钓了不少男人吧？领地八露个肩，咱可没你会擦边。前不凸后不翘，砖入腿明入腰，我看你才是夜舞转世止不住的骚。你哟，点这么多外卖也不怕胖死？说什么呢你？我们胖可以健身，你瘦健什么？健骨头吗？真羡慕你的脸皮保养的真厚。小二，哪有你脸皮厚啊？拿着贫困补助天天点外卖，谁知道你的名额怎么来的？你少棺材里放屁，阴阳怪气，只见过裹小脚的，没见过裹小脑的。今天可算开了眼了，首先那个叫奖学金，拿给我把你脖子上那玩意儿负担摆件了，或许报名还有希望。你什么你？知道你是直肠子，但也不能用嘴拉吧？房子你爱住不住，不住滚蛋，即便删你。你。哇，你这个新衣服好好看，包包也好好看，你喜欢？那我把这包送你。真的吗？谢谢卷儿。那你背上看看。哟，这又买包又买衣服的，这包啊，
这包一定不便宜吧？这么有钱，你不会在外面傍大款了吧？我看傍大款的人是你吧？认个二郎神当主人，可把你牛逼坏了，嘴闲就去舔马桶，别一天搁这叭叭。钱怎么来的？需要跟你汇报吗？收粪车从你家门口路过，你都得拿勺尝尝咸淡吧？说那么多，你不就是缺钱吗？用不用？我烧给你啊！你在躲叫什么？发情吧，可能。当当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哇，这是我的车吗？我就等着你报复。你果然没让我试。想什么呢？这才是你的生日礼物。啊，车钥匙。格子打开。走走走，我们去买包。来，开。没法买了。我的钱都给你买车了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去吃麻辣烫吧。走，你最爱逛的那家商场我已经全都买下来了。我们不是去买包，我们是去交包包。小姐姐，能加个微信吗？我知道这是你安排的。想什么呢？我真没有。好吧，因为这根本不是你喜欢的款。姐姐好。密码是生日，玩得开心。我的好闺蜜，我要当你一辈子的舔狗。我刚刚好像做了一个梦。那我们做的应该是一样的。清月，舞跳的这么烂还专业第一，这高峰不会是摆来的吧？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。喂，跟你说话呢。你看清楚了，我不是他。瞪大你的狗眼看好了。看你爸妈一定很幽默吧，生出你这么个笑话，专业年年倒数第一。我看你的智商和脐带一起被剪断了，长得丑可以整，没文化可以学，像你这种心眼坏可真没法治。像你这种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。你到底是谁啊？喝啊，接着喝，别停啊。干嘛呢你？喝啊，接着喝啊，还有这么多瓶呢，喝快点。姐，你怎么以后的事情交给我了？你再敢动他一根指头，我手里拿的可就不是教鞭了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。嗯？我等你很久了。我不认识你，你认错人了。找的就是你。我刚转学过来的。突然口渴了，你早说嘛，送你了。怎么又来了？没事儿，我下午刚给他准备准备家了。哟，今天没骑车啊？你们别过来，坐他。开始，不然怎么帮你？那以后放学能跟你一起走吗？那你快点，别让我等你。谢啦。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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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宝妈妈。你在说什么？珊珊，新九儿是模仿我的汉服视频才火的，甚至她还勾搭我的男朋友，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我凭什么要忍啊？简直血口喷人。喂，珊珊，我什么时候勾搭你男朋友了？汉服还说我借给你的呢。哎呀，我就随便一说嘛。那你现在把它删了，现在大家都在骂我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在意啊，互联网都是没有记忆的，过阵子大家就都忘了。我不跟你说咯，拜拜。喂，关于珊珊的那条视频，我有证据自证清白。我从18年开始就穿汉服跳舞，这些是我的照片和视频。关于她男朋友，我连微信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勾搭呢？你已经严重影响公司名声，滚吧！就是她抄袭模仿自己闺蜜的，还勾搭闺蜜的男朋友，真不要脸！退网吧你，可真下头！超
东西，搞明白不去死啊！可以拿起手机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却永远不会了解那些被暴露的人有多痛吧？好啦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喽，明天见，家人们。珊珊，之前都是我不对，你放过我吧。你之前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知道得罪我的下场了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哎，这个腰带不是这么系的。算你识相，现在的粉丝啊都很好骗的。我呀，不过是瞎编了几句，说你模仿我，还抢了我的男朋友，他们啊就全信了呢。可是这汉服是我推荐你穿的呢，而且男朋友我根本就不认识啊。那又怎么样？谁会在乎真相？他们只想看自己想看的东西。你这辈子也别想洗白了。我们珊姐不仅播出了朋友圈，还涨了粉丝呢。连你的工作现在也都归珊姐了。你呀，就甘心当好克隆人吧。到底谁才是那个克隆人？天地大爱还能够默契的千百里山可不必我牵手。你穿汉服又会跳舞那又怎样？想要吃网络上的饭还得会引发舆论带节奏。他竟然在直播。你居然在直播，你赶紧给我关了。没用了，已经十万人知道真相了。啊，怎么办珊姐？九儿，你这么善良一定会原谅我的对吧？我可以原谅你啊，但是法律不会原谅你。根据刑法第246条，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你等着法院传唤吧。九儿，我们不是好姐妹吗？等你出狱以后再说吧。你给我记住，今天你踩在我的头上，明天我就长在你的坟上。